熟了。我在这边砍鸭子。鸭子，我有养过鸭子。你讲阿公跟阿嬷这两个？我阿嬷无，阿公。那一块留给他，就会跑去生态农场了。那块留给他。那边要让开，他过来，他就会进去了。对对对，会习惯他位置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对，他这么多人呢、啊，这个就今天的蛋。哎呦，哦，好可爱哦！不是今天的蛋，有两只母的，今天的。哎，真的，它是没有受精的。都有了，把三男两女关在一起，没有受精。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三男两女，晚上要来监督，这样。要排班了。